但是还好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，是地址相关的工作，工作地点呢是在埼玉县，工资给予呢是20万到23万，日语要求是日常绘画，如果感兴趣的话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然后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的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的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试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